另外，我们了解到，中国空军现在的这个大飞机呢，也已经历史性的接近于战略空军了哈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国空军的这个大飞机发展。这是东部战区空军开展的一次远海实战化训练，由预警机、轰炸机、歼击机等多机种组成的空中战斗群实施远海突击。预警机担负空中指挥所，对数百平方公里的空域进行探测，指挥前出歼击机开辟空中通道，为轰炸机护航，确保轰炸机实施精确攻击。预警机是国土防空中增强低空、超低空预警探测和空中指挥引导能力的重要手段，也一直是各军事强国着力发展的重点。此前，世界上只有美、俄、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具备研制能力。空警2000是中国以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为载机平台改装，加装中国自主研发的雷达、电子系统及软件。该机探测雷达能够全方位扫描覆盖，并能实施地图测绘，擅长探测速度较高的空中或海上目标。近年来，空军多机种穿越宫古海峡、南海战训、常态化成体系远洋实战化训练，均能看到预警机的身影。它的装备标志着中国空军有了真正的空中信息化指挥平台。2006年，大飞机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。运20飞机在2007年立项，历时9年，终于装备部队。运20以伊尔76运输机的设计为基础，但是体积更大，运载能力更强，电子设备也十分先进。它的列装标志着中国空军在战略投送能力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和空军现役运输机相比，运20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有了很大改进，机载设备先进，自动化程度高，驾驶环境人性化，有着良好的运送战斗人员和战略物资空间和装卸载平台，短跑道起降性能优异，